们现在就不用1350的，好像是这样。就是也是会有歌舞的，连拍跳舞的部分。跳舞的部分就刚刚那个、啊，做的，做这样比较简单一点，会有更高难度。比较简单一点。现在呢，就想说还是跟粉丝们聊聊天。虽然有粉丝说想要看我跳舞，但我现在目前找不到就是一个，因为我三首歌好像没有一个可以热舞的歌，对，就比较轻快，可能一些小动作。因为刚刚说就是想要自己出国休息放假，然后出国旅游。前阵子是不是有出国旅游，然后遇到一些艳遇？有吗？哦，说工作拍摄的时候有啊，就刚刚看到的小猫。就那个小心，就这样。有没有其他真的的？有火腿，有成年男性的。对，除了火腿跟小男孩以外，火腿店员跟他们讲一下。啊？你只记得腿，但是不记得脸。我只记得火腿，直接吃的。所以他应该不是你的菜，所以才没有其他的粉丝。所以现在周遭都没有心仪的男子。在哪？空的吗？看一下。空空。所以现在有没有想要就是谈恋爱的感觉？现在觉得想把事情搞做好，然后赶快放个假。但有人追吗？应该没有吧，因为我也不出门。那就是没有认识新的朋友。那你不出门，看人家会来的。就是我都一个人，不邀请朋友来家。现在也比较少，现在要闭关修炼。你放过自己男朋友多久？这还要算吗？会感叹一下，这会蛮心酸的吧？总是会感叹一下。可是都要迈入30大关吧吗？应该是不会的，就爸妈没有看过这个，或者说怎么都没看过你有绯闻啊？不是，因为我爸妈都不在，家人的关系，其他的朋友都不会关心，就不会，不太会。但自己也会羡慕周遭的朋友去结婚的结果。有啊，就是看到周遭的朋友就刚好最近在结婚，好羡慕哦，就是他们的婚礼怎么样？但我觉得自己。感觉要忙的东西很多，还没办法想到这么快。对啊，像这一次带的作品，像 EP， 还有书，还有生日会，其实这几个月来都是在忙这些事情，就觉得蛮紧迫的。所以你是自己锻炼，而不是没有好的话，自己把它画给看，就是不是怎么看？就是绝缘体根本不会察觉到有零碎的时间。认识不到人，因为你的生活就工作还有家里，你不会出去啊。还有火腿男子，剧中演员男子，还有野性男子。所以是你自己没有查，其实可能是你自己没有查。是这样吗？还是你对谈恋爱不渴望？也不会不渴望，还是会有期待，但觉得自己要忙的事情很多，就不太会去找。过一些就是说你的另一半要怎样的条件吗？理想型，理想型，感觉每一次都在变。那最近的，最近的，最近有喜欢的吗？最近有看什么？啊，怎么办？最近都看卡通。卡通的就别说了吧。卡通连续剧。韩剧。可是最近喜欢辛巴达，所以还印象。可是你很喜欢小朋友啊，你觉得小孩子不会渴望自己也想要有？哦，觉得太可怕了。太可怕，就是生小孩很可怕，是吗？就除了生小孩会很可怕之外，因为我有就是进过产房，就是可以生，所以就很可怕。在那之外呢，因为刚好我们最近在拍一系列的猫咪的互动的影片，所以我就带着我们三只可爱的猫，我想要带它出去玩，去做民宿，真的快把我搞疯了。